上礼拜后壁一间塑胶工厂发生着火灾，火警的消防人员紧紧着前往拍火，看到第一线消防人员的辛苦，下加东太安宫管理委员会决定关进着六台勤务机车和消防局第一大队甲所属的分队，帮助消防勤务保障民众的安全。啊，感染着啊，妈祖慈悲啊，嘛在照顾咱的精神。啊，有听着讲因有消防大队遮有。啊，亏欠啊，缺较欠缺一挂迄个警用的勤务机车，哦，啊，咱发挥哦，啊，这个妈祖慈悲带来的精神来，哦，啊，来个妈祖庙有这个经过阮委员会，哦，啊，大家啊，这主委员，哦，啊，感谢大家同意，啊，讲啊，抛砖引玉，啊，先来管几只六台哈，啊，警用的勤务机车，啊，让因来。在工作上、救灾上，会当有帮助。台市消防局第一大队大队长丁春仁表示，辖区内面的各分队的勤务机车，有的已经骑了十几档。第一大队所管辖内的区域阁真大，这次换新的机车之后，对于执行勤务、灾前勘灾的工作，机动性拢会当来提升，嘛强化着消防灾害抢救的效能。今日的关键仪式就伫泰安宫庙埕前来举行，由着主任委员王子豪代表来关键，市员张世贤嘛来见证，众人搁做伙骑着机车伫庙埕前来踅一圈，感谢泰安宫造福人群的善行。咱在新闻小明星后壁采访报道。